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华。哇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分享这个 Non-Stop Night 的视频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进去看一看到底到了什么状况哦。你看这里的话，我已经这轮的话，等一下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装备哦。这轮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装备，可是我又拿到这个黄金武器。你知道黄金武器的话它有什么功效吗？你们先看哦。就是他每第四次攻击可以获得奖励那个钱币哦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就知道哦。你看啊，一二，你看三四，他每打四次，他就会跳出讲多一轮的金币哦，而且那金币是乘四哦，所以用这个角色来打钱的话是超快的说哎，不是开玩笑的哦，而且加上这轮。我又有拿到一个，哈哈，就是这个瞬移披风哦，瞬移披风真的是好用哎，瞬移披风无论你配上什么样的武器都好的话，它都绝对会很好用就对了啊，因为它节省好多时间哎，因为瞬移真的有差哦，你瞬移跟你慢慢移动哦，就是慢慢走去下一个地图的话，是真的差好多的嘞。然后我的盔甲的话，这轮也是一样哦，就是这个对所有临近敌人造成被动伤害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有一个神秘宝箱，我先看一下是拿什么先啊，一下子啊，啊，好像是拿钱呢，没有错的话，我看一下，啊，对呀对呀，钱是拿钱哦，没有错哦。而且现在我跟你们说过，就是我每拿一个神秘宝箱，就能升级我武器两级哦。你看，一二，刚刚好的哦，这是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时间的人，又玩这个游戏的话，你可以在那边等候你的神秘宝箱。假如你是打得很快的话，你不必担心，宝箱很快就会出现了。而且这里的话，我就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见证一下哦，我的攻击力如何升一倍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现在的总战力，哎，有哦，已经有了哦，就是那个赏金任务哦。等一下我才把它给做完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骑士先哦，你看啊，现在的攻击是297B 哦。297B 哦，所以现在的话，我要来一次，我不需要普升哦，因为我的代币已经够了，有 1.5M 哦。这里的话，我就要升它的，你看，加4800伤害哦，我现在才2800哦，所以就等于是跳很高，就直接跳一倍去哎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就直接先看一下数字先哦，看一下打一下是200多 B 哦 ，OK 好。我就直接话不多说的，直接来升级哦，升级了过后我不知道可以到哇、哦，真的是乘一倍耶，真的是乘一倍，我不是开玩笑的说。然后我看一下骑士这边的话，诶，可是嗯，这边升的话就升没有到耶，它只是到359B 耶哟、哦、啊，但没关系啦，毕竟这个东西是永远跟着我的哦，只要一加了的话，无论我怎么普升啊，怎么做的好啊。就是已经加进去了的那个8000伤害，就永远跟着这个角色就对了。所以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来打王咯。你看我打王的配置现在、啊，你看啊，我打王我直接招两个复制人，而且这两个复制人都有相同的那个，看到吗？我只要把另外一个复制人哦，弄他是放他是治疗的特效哦。我另外一个招出来的复制人，他也是一样会治疗哦，所以在双重治疗之下的话，现在我打王是超简单的说，哎，超简单，真的超简单哦。我相信这轮的话要上到一个350层绝对不是问题的哦，只是时间方面的问题而已吧，因为、啊、你必须要这样慢慢看他打嘞，是有一点累的哦，但没有关系吧，反正他现在打的也不慢哦，而且他现在我还更希望他不要秒杀哦，因为他多打几下的话，拿的钱就更多，你看。他每打四下，你看他就会跳一轮，看吗？他就直接这样跳哦，他那个金币哦，他那个跳就是代表他已经打了四次哦，而且是超多的哦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耶。这里的话，你看哦，又有金币哦，我又可以升级我的武器两次哦，你看一、二，然后升级了两次哦，再看一下哦，373，哇，是说没有怎么大的效果啦。可是怎么说啊，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哦，如果我连续五轮到六轮过后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大的差别了哦。所以这里的话我就继续啊，让他再打多一个头目吧，我才做一个结束。
毕竟这轮我的目标是要超过350层哦，所以还是要点时间的吧。现在毕竟现在才278而已，是有一段距离哦。而且狂暴药水我也玩了哦，如果还有狂暴药水的话，也许还帮得上忙哦。我可以在很快的速度打上哦，但没有狂暴药水的话，这样子慢慢打的话，绝对也耗我一个半个小时到45分钟哎。你看，准备好哦，证明我的那个，假如说我的战力已经到一定的水准哦。你看我每上哦，就讲从刚才遇到王到现在遇到王都还是准备好哎，就是准备好的意思，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哦，就是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干掉他。这我试试看，我直接不要用补血看可以吗？喂、哎。哦，不行哎，会给他秒掉哎，但没有关系啊，我知道我肯定打得赢他就对啦，没有问题的啦，是你逼我的哦，因为我不用补血，他竟然把我给干掉了，好啦，两个一起补血，这轮你就拿我没辙了，看吗？你绝对拿我没辙啊，这轮，因为我两个一起哦，而且代币方面的话，我还是蛮多的嘞，代币，你看，我这还有526K 哦，就50多万呢。然后我再看一下我本身还有多少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70多万哎，所以只要这轮我补身的话，我相信会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进展来哦。所以我这边我加我的攻击力先，诶，加我的防卫哦，sorry，22.5K，他应该加了防卫才去打王吧？我觉得，因为我加了防卫打王的话，他一定拿我没辙了。刚才还是出一个技能就把我给秒掉哎，你看他现在到这里的攻击力啊，我发现到一点嘞，这游戏只要一到了200多层啊。他的攻击力啦，都已经是过，怎么说啊？都已经是过几亿嘞，这是百亿耶！你看，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啊，B 看吗？700多亿耶，诶，300多亿耶，你看380亿哦，是好夸张嘞，那数字真的好夸张诶，真的、啊、那个真的，如果真的再上的话，我觉得 B 呀、啊、什么 B 都是假的啦，根本没有办法计算那个单位哦。其实好想再看哦，过到一千了的话，它的那个数字单位到底是多大？我很想看一下，真的好想看。可是真的啊，它一到了300层过后的话，真的还蛮花时间的嘞。我现在你看，我现在已经我补升了不知道多少轮了嘞。我的，你看我的增加伤害是233K，就等于是23万多8000耶。我已经加了那么多可是我发现到了，无论我不知道，可能还要再加吧。我已经加到这样子的等级了，过后我打到300层的话，还算是真的很难呢，真的还算很难呢。而且那些王的话，还有本事秒杀我哦。你看困难哦，困难哦，看我说一下哦。你看他已经变困难哦，其实困难也是打得赢的，不是问题，只要他不是非常困难跟挑战不可能，我都没有问题哦。可以啦，一定干掉他了，没问题，搞定。我、哦、熔岩呢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到，我看一下可以拿什么。哦，二星的，二星基本上也是没用了啦，都是卖掉了哦。这里就卖掉它吧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再看这个也是给它卖掉哦。只是这个我收住是因为护术者，我会收住是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真的遇到打不到的王，我可以派他用场哦，因为他可以立即复活一次哦。而且是免费的哦，所以我才会留着它哦。其他你那些不相关的，基本上我都卖完了哦。其实三星这里我拿到蛮多了，可是都让我给卖掉了哦，因为我觉得太多啊，看了碍眼啊，所以就把它给卖掉。你看又来咯，神秘宝箱又来咯。我看哇，66.9AA 嘞，这不是开玩笑的数字哦。所以我们先进去看，它其实就是有这点好，但是也有好也有坏吧。其实也算是一种烦恼啊，因为怎么说啊，你会看好多好多游戏的广告，而且是一直重复、不断的一直在看。我不知道他到底他这样子做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讲就是要帮别的游戏打广告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嗯，但也无所谓啦，我拿我该拿的东西，他做他该做的，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哇，我只知道回去的话，我肯定可以升我武器好多好多级哦，因为60多 AA 嘞，60多 AA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等你们看一下哦。66.9AA 嘞，所以这里的话我升级看一下，你看649哦，啊，才三级，我还以为可以好多才三级哦，就是说比普通没有看广告的那个神秘宝箱就多一个等级而已哦，
那算了吧，有好过没有啊，有家好过没家吧，是这样说吧。所以这轮的话，我就要做一个结束先哦，因为我必须要下线，让他自己去慢慢的表演哦。应该等，我相信没有，应该到明天早上的话，他的我筹足的金币应该可以足够够我上350层哦。所以这里我就先做一个结束。所以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